五月天于十二月初遭到中国某音乐博主指控在演唱会上假唱，并透过影片晒出了音频比对，立刻掀起轩然大波。即便经纪公司发声明澄清五月天绝无假唱，并在巡演最终场的巴黎场上开放全程直播，仍止不住外界的质疑声浪。至于中国官方机构介入调查，至今已经过去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但官方一直没有给出答复。根据路媒报道，上海市文旅局一名工作人员被问到相关问题时表示，事件仍在持续调查中，还不能轻易下结论。如果调查结果出炉，会在第一时间公开消息。我们对于这样的答复感到很不满意，嘲讽官方的调查过程比亲子鉴定还要久，办事效率也太低了，根本是在白领薪水吧。不过也有另一票网友认为，争议最后多半是不了了之，可能是想给上层一个满意的答案，但又不能真的给五月天冠上假唱名号，直呼懂的都懂啊。Bye.